这个球出棒打到中间方向，平凡打。高国庆的单季啊，今年球季的第100支的安打出现了，那也完成了连续4个球季啊都有单季百安的记录。这个球头点就有点高了，大概在胸口的一个位置。不过这个球感觉上好像，还是有压制到这个高国庆那个打击啊，棒子也打裂了，所以虽然形成一个安打，不过。